欢迎来到魔术玩家，这是一个有趣的知识性的魔术频道。好，这个又到了教学的时间了，今天要跟老人家这个互动一下，顺便教一个鸡蛋杯，走吧。三海老师，技能三个变灯的空杯啊，你讲这已经无啊，客气，有半日袂做伙客气哦。哎，无啊，你真正无啊，你今仔在客气啊，拢伫扣地啊。你今仔爱心改，等下扣地啊。我变魔术啦哦，有咧，我变魔术啦哦。你啊个头到尾啊，你啊嘛变无地啊，变无地啊。啊你啊改，你可以，就那讲无，无，先把客气出来啊，啊客气出来，啊客气去哪吃？哦，我变出来啊。啊！你边本来是在吃鸡啊，很顶光。我讲我要把鸡啊放伫后底啊，技能三老人家，安尼哦，三个哦，三技能三本，好拍开。这是变出来啊，哎，后底啊变出来。哎，你只有只假嘛哈，我看个，啊，一粒真的伊的咖啡，哦，这是真的，啊，这个假咖啡顶，哦，安尼，哦，啊，只要你要变的时阵。你要先拿真的球起来，先拿真正球起来，安尼，啊，啊，这个卖我们看到，这个唱一支吼，啊，拿起来是安尼，啊，拿真正球起来，啊，即摆吼放个落地啊，啊，即摆这是咪空的，啊，甲球变倒转来哦，变，哦，球又变倒转来。这粒吼，不是落地迄粒球哦，这粒是假迄粒球，这是假的哦。哦，啊，即摆吼，咱即摆过来，鸡仔银起来，变为口袋，哦，啊，这拍开吼，安尼倒倒转，安尼看有无？哦，安尼看有无？就是先摕这真的球起来，哦，啊，落地啊。变得怎样？变得怎样？安怎个？音下变，安那照得，安那，安那。好，那课程结束了。好，那教这个老人家了，跟教幼稚园呢，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其实困难度还蛮高的。好了，拜拜。